队长就打电话来给我说，他们拘捕抓到人，但是有一个人逃脱了，要往三楼的楼梯口，就听到咆哮，叫学生不要躁动。我第一个时间想到说啊，糟糕，那可能会是假肢案。我说里面有几个人，他说三个人哈。阿翁，阿伯，你别跟你换个没塞吗？砰一下，两个人推出来了哈，两次他真的几枪，朝自己他们家开枪了。我说那时候真的很危急的，对方也不太能答应他要求，很躁动，然后就架着我的脖子，然后拿枪指着头，觉得好像指定了。这不是一场戏哦，他没有导演，没有剧本，我没有办法 NG， 那你怎么办？本周日晚间11点，《台湾启示录》21小时挟持救援实录。